哦，痛苦溪流。我现在就有一种我想克制自己，但是我没办法。哎呦，是枯魔，是枯魔。哦，我靠他，我靠他了，他冲得很开心啊，各位。先不要看他，让他就冲去那个方向，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他不知道我们在哪啊。哪尼？他竟然去追那个不修机的！哪尼？哇，这个枯魔真是别有 sense，而且他是买万圣节套组的那个造型，哎，好帅哦！他跑出去了，他跑出去了，他像百米选手一样冲出去了，他停不下来呀、啊！哦呦，哇，这个枯魔有点厉害，他砍倒了那个队友，他抬起来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这个队友直接倒了，哇，那能怎么办？他到底要去哪里？我看不懂。Where are you going, bro? Where are you going? 哦，他找到人了。哇哦，哎，这个枯魔有点厉害哎，他放倒我队友放倒好快哦。我去，他放倒我队友放倒的有点快。我帮你补，帮你补。哇，是我的队友太弱，还是他太强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把我队友放倒速度有那么一点快哎、欸。啊！完蛋，被骗了。好、啊，他失误，他失误。哎呦，不应该翻的，我每次都。想不到吧？哎呦！想不到吧，朋友？哎、啊，哦，对，我怎么一台都没修？我对我怎么一台都没修啊？在哭啊！但这里好像有点围耶，完蛋，我死了，这边跑不掉，因为这边没有板，这边跑不掉。怎么才一台？我觉得我拖大拖很久了，一直按按哦。哇，这两个给我在摸鱼哎，我真的是不行了，还是他们就给我在采花蜜？哎呦，到底在干嘛？这个队友。完蛋！我的队友是内鬼啊！我刚刚已经拖很久了。哇，这个也给我倒超级快，在干什么、啊？补帮补帮补，赶快补帮补！他有带猪头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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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还在附近，这没办法。
不要往回跑啊，黑妹！哇，这个被砍了还下板，牛逼牛逼！这个队友真的牛逼。他还在附近守欸，这个怎么救？别再守啦，这个枯魔。我看到，我看到 ，OK， 可以救，可以救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奇怪，段位重置这么久，为什么我队友还是这么烂啊？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他们刚刚可能在开台讲解采花蜜的过程，有可能欸，我觉得他们刚刚可能是就是在那边采花蜜采得很兴奋这样，我不知道啦 ，I don't know。完蛋，完蛋了！我刚刚溜超久，然后只开一台。明夜暗暗哦。他没有过去了，哑巴，赶快修啊！队友们，算我求你们了。这，哎呦，大卫倒了，哇哇！哎，我这样子随便修，我就修了三分之二。哎，他们刚刚到底怎么样可以修到只有一台？哦，这两个又在逛街，这两个黑妹真的是内鬼哎，我发现。哇！你还给我暴击！哇，我不行了！哇，这两个真的是内鬼哎！哇！不要往回跑！不要，大卫，你完全没有在看啊。哦，大卫，完蛋了，这局有三个内鬼，你可不可以看一下？他就在你屁股后面啊！我真的是要，我真的是要吐血了。啊，想不到吧？哎呦，还是被打到了。他不追我了 ，OK， 他不追，他不追，我先补血，先补一下，先补一下，先看一下在干嘛 ，OK， 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就好，我们不要多看，多看就会招惹杀身之祸。在路上看到一些八嘎囧就是这样子，稍微看他一眼他就会不爽你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，看一下就好，看一下就好，稍微观察一下这个八嘎囧有没有想要过来揍我们的意思，没有，没有，哎、欸，他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到他？威尔，我看到他 ，OK， 我看到他了 ，OK， 稍微看一下就好，我们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八嘎囧。抓起来打！我们要礼让他，我们要礼让他，我们不能太明显的看他，他会很生气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那个队友就是，哇，完蛋，这个还在给我摸，走开啦，你去修机啦！哦，你真的是，我要吐血！完蛋，这个死了。OK， 看一下巴卡囧就好，不要跟他。哇！他看到我了，他看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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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完蛋，他过来揍我了吗？没有，他没有过来揍我。哦，他没事，他没事。他要过来揍我吗？他要过来揍我，他要过来揍我！
完蛋完蛋，他要过来揍我，各位！完蛋了，各位，他要过来揍我啊！快走快走，不行啦，他要过来揍死我啊，各位。哇靠，我队友直接给我开门，哇哇死了。没了。好啦，没办法。我没办法，我这局摊上三个内鬼啊，我没办法、啊。我队友都跟鬼一样啊，各位。吐了，这局队友摆明就是要烧我啊，那我能怎么办？不要再蹲啦，过来救人啊！这个在干什么啊？哇，他要出去了，他肯定出去。哇，没了，没了，我把那个枯魔溜成白痴，然后我的队友把我搞成白痴，那也没办法，这就是 DBD 的真谛啊，各位。好、哦、R9 的，然后这个 R4 R5， 哇，那也没办法，各位，那真的没辙啊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一个没有逃出去的分数都快逼近他们的分数了，你就知道他们到底多混，哎，那也没办法，就这样吧。